各位好，本单元介绍 Perplexity 注册、登录跟使用。我们直接示范，进入 Google 浏览器，输入网址 perplexity.ai， 按 Enter， 其实就已经进入了。它是简体中文，那你这里可以设定简体。那我们的题词在这里就可以直接题词，这里可以直接选这边做注册，我这边先关掉。这里可以直接题词，我这也关掉。这里可以直接提问，然后送出。目前因为没有注册，所以呢，它不会帮你记录。那我们要注册，就直接选注册，使用 Google 注册。目前的账号，看是哪一个账号，选它，继续。然后它就跟你做一些简介啦，我就继续。当然是选择免费的，然后继续跳过，就进来了。这时候你已经用你的账号在这里，已经同时登录了。您可以在这边做提问，然后送出。我如果在这里输入何谓 ESG 送出，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答案的来源是透过什么，然后呢，这里是给你的答案。接续你还可以追问什么，他也给你了。你要新开话题，可以选新帖子。这里还有所谓的焦点，焦点是点一下，你可以设定我这边是根据学术论文为主，一样提问完了送出就可以了。当然这里也可以附加档案。本单元很快的让您注册 Perplexity， 同时登录，简单的使用。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，祝各位学习愉快，拜拜。